我叫陈千羽，我的棋力是业余七段。因为你是以业余棋士的身份参加，对你来讲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？要加倍珍惜，职业赛当中还可以让业余棋手参加，非常不容易。你觉得谁最难下？要说实话的话，觉得是老师吧。他有说谎话是不是？大家都很难下。好，那这个，那这次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来参加你的这场赛？兴奋又期待，然后希望可以留下少一点遗憾。